Hello， 音乐台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华晨宇。不能说这些词啊，哪些词啊？哦，只有一个词，哦，不能看，给观众看一下这个词，我不能看，我不知道这个词是吗？所以如果我要说到这个词怎么办？好啊，这个设计呢，我用到了我的名字在里面，然后这个名字呢，这是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的手写字母 HCY。然后我因为我大家叫我花花嘛，然后我就设计了一朵花，然后把我的手写字母放进了这朵花里面，然后这朵花首先这个是我今年演唱会的一个 logo 也是这样的，但是我把它变成了一个曲线条，所以看起来就很不一样，然后对，主要是来源于这个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。我没有说这个词吧？哦，你说了好多啊啊！这个肯定会说得到啊，这个词，这个你这个太是就是想惩罚你了，太炸弹了，这个。OK 啊，好，有什么惩罚？好。假装不在是什么？假装我不在。哦，假装我不在。啊。第三个是要亲亲。要亲亲，要亲亲是要别人来亲亲是吗？还是我要亲亲别人？啊，好，要亲亲。好好。OK， 好。那你自己平时私下做事，私下的表情包啊，我私下。表情包就是嘿嘿嘿，就是笑一笑，对。发表情包。发表情包会发那个露一颗牙一闪的那个，哎，是露眼戴个墨镜一闪的那个，就很得意的那个表情包，对。之前在微博上，好多粉丝给你做哥斯拉的表情。嗯。对他们说什么？说希望你们都每天晚上能梦到哥斯拉。拍摄过程其实很好玩的，因为这一次拍摄我用到了乐队里面的四大件，都拍了一遍，什么键盘啊。吉他呀、啊、贝斯啊，然后架子鼓啊，都全玩了一遍，就是还蛮爽的。然后再加上他搭了一个舞台，是像一个演唱会现场的一个舞台，然后也有观众啊，就是然后也在台上唱我管你，就是很嗨，就有一种其实拍摄的蛮轻松的，就是因为他就是我的自然状态嘛，而且他拍摄要拍出一个是我在台上的状态，一个是我在台下自己在家里面写创作的一个状态，然后所以在家里面那个常态，就是是我很自然的，对，所以拍的还蛮都是跟音乐和表达自我是相关的。可乐，可乐，可乐，因为可乐还是。很燃的吧，就是会比较像是一堆人在一起嗨啊，然后对，就是所以而且再加上可乐本身就跟百灵坛特醇是非常搭的，就是需要搭一点点柠檬气泡水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嗯。
啊，哦，这两首歌哪一个跟《百人山特权》搭嘛？我觉得《齐天大圣》搭一些吧，因为《齐天大圣》本身就是一个很真我的一个形象，所以说，跟这个跟我们这一次这个《百人山特权》是主题是非常大的，活出真我，对。我是齐天大圣。那个整蛊真的是太痛苦了，我到现在就是我见到曹大哥，我感觉我都有点阴影了，就是因为我实在是没有想到，我也生活当中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，就是太有点说不上来的那个叫什么，就有一种被所有人欺负的感觉，而且没想到竟然那么多人，就是拍完之后。才知道原来从各个角落里面钻出来好多人啊！哇，我当时都惊到啊！对，完全没发现，因为我一进去那个房间里面它是空的，虽然它各个角落它有那个摄像头，但是其实录音棚里面有摄像头是很正常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情理之中的事情，所以我并没有认为原来这个摄像头是在拍我们做节目的，所以我当时真的被那个吓到了。请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见面了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你欠我一顿饭啊，曹大哥。在生活当中，自己是整蛊别人比较多，还是被整蛊比较多？其实我生活当中不太爱整蛊别人，但是，因为整蛊是你故意的嘛，我生活当中基本上折磨我的朋友都是我无意的。对，就是比如说叫朋友来出来吃饭啊，然后他们已经出门了，我又不想吃了，然后他们就坐车出来，已经出来快到我家了，然后我又不想吃，他们就又回自己家，在回去路上我又想吃，他们又过来，然后我又不想吃又回去，就一直来回的那种，就还好没有打我。对，不整蛊，因为我是当时是真的在纠结，并不是有意要整他们。吃货本性，其实吃货本性，我觉得我好像一直都没有遮盖过这个本性，就是从我还没出道到现在，我就一直在吃，对，就是完全不遮不掩的那种。对啊，我其实没有太饿，但是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因为它这个东西是它那个火腿和那些饼啊，都是从。就是很国内顶级的这个食物，对，然后而且我都是第一次吃，然后就觉得哇太好吃了。对啊，好啊，你说了好，华晨宇，棉花糖哦，我你要说完是吗？好。这么多次啊？几个？哦，几个啊？五个吧，对不对？其实是七个。嗯嗯、我知道花晨宇是可以吃的，然后火腿啊，百灵坛啊，然后百灵坛是喝的，嗯、啊，差不多。对。手机里有很多自拍，但是就不好发。
设计灵感了。这样反而我不会介绍。哎，拍了两天的一天啊，我也忘了，算了，慢一个。就是我拍表情包，就是嘿嘿嘿，就是笑一笑。